如果重新倒数，可以有新的开始吗？这些日子以来，我们学习改变，希望生活不再有更多改变。孩子们依然可以开心舞蹈，专心工作。全世界仿佛停滞，却又飞速的前进。在川流不息的过去与未来之间，我们开始懂得珍惜当下。谢谢你的陪伴，就像一道光，照亮彼此，走过黑暗。谢谢你们守护台湾，谢谢台湾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一起倒数，迎接加倍幸福的相聚时刻。